娜娜，你吃的最贵的雪糕多少钱一根？10块呀，你呢？2.5块。好吧，我今天决定给你来个米其林餐厅的高端奶冻，绝对比2.5块贵。真的？走。先准备泡发打击滴定片，冷水泡发10克就可以。小奶锅里来300克淡奶油，来一勺白砂糖，开火加热。煮沸加热至稍稍浓稠以后，咱们来关火。关火以后，吉利丁片来挪干水分加到里边，搅拌至吉利丁片融化。吉利丁片融化以后，先来倒出一杯原味的，另一半里面来点黑芝麻糊，做个黑芝麻奶冻。开火加热至黑芝麻糊融化。好了，倒入另一个模具里，两杯都放凉之后，来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1个小时。冻好了，来把它脱下膜吧。好家伙，吹风机都用上了。啊！脱好膜之后，来点火龙果给它捣碎，浇点火龙果汁做个淋面，来个绿叶点缀一下。奶冻做好了，你要不要尝一口？那这个大概多少钱啊？这还不得几百块钱呀？以后有人问我，我就说我吃过几百块钱雪糕了。给快尝一口吧。怪不得这么贵，这样太好吃了。